走在开的时候，包括和二妹这边宝宝收了之后，到时候我想带着老婆孩子去各个地方去旅游一下，然后可以啊，顺便就是顺便去各个地方去见见我的老粉丝们。可以啊，我当时也有这个想法，到时候我们就看到时候直接去整一个那种好一点的商务车嘛，好吧，就我们直接就出发嘛，来一场全国游。坐飞机好一点吧。哎呀，坐飞机太费劲了，我说实话的，知道吗？你说开车吗？对对，开车嘛，就开那种可以在后面打那个，对不对？对的啊，你说在哪里天黑就哪里，在车上做饭吃。对呀、啊，走到哪里玩到哪里嘛，挺好的，真的。自驾游啊、哦。自驾游舒服很多，真的没有那么多讲究，知道吗？就是一路串的那个大城市串着走嘛，是吧？对对对，而且这样子去见很多粉丝也方便，知道吗？是不是？可以的，我是这么想、okay. 就是去比如去上海啊、北京啊，对吧？等等之类啊，就是湖南、湖北啊，对、东北啊，对吧？就是反正每个省都要去一下，然后呢就是提前预约这个粉丝们，然后对对对，提前直播嘛，直播就告诉他们，嗯，下一场去哪里嘛，就也可以把很多粉丝他们的那个啥，知道吗？他们的让他们认识的在一起聚一下嘛。对对对。对，就每去每个地方嘛，然后我们去花米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去花米，我们就那个啥，我们就举行一个吃饭的地方嘛，对不对？就可以啊。就是说比如我去到上海，那么、咱们的粉丝上海的全部统计在哪多少号，然后在对吃饭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就这个意思。多少都也都能来，然后呢就一起吃个饭这样子，然后又再陪他们玩个一两天，然后又赶到下一个对下一个地方，然后又开播，然后又先预约好，因为你开车毕竟还要这么远嘛。对，然后呢就比如说一路上的这些风景也可以拍点什么，马上效果对吧？对，可以可以拍点，就是到哪个到北京了吗，上海了吗，对吧？拍点视频，然后跟粉丝们聚会也拍点视频， 对吧？一起也可以把粉丝们那个啥嘛，拍到视频里面嘛。对对对，这样我觉得挺好的，这是我一直以来想完成的一件事情。可以，我做兄弟的我会全力支持你。阿伟，这样子，阿伟，我可能我有一个朋友来我下面了，我去接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好的 ，OK。哎，谢谢。真的啊、哦，我然后你其余的事情，你让阿妹也担心，但是阿妹这个时候你让他少玩一点手机，好不好？好。啊，对 ，OK， 我先去忙一点的事情，记得答应我开心一点，好不好 ？OK。OK， 我会把你的祝福送给我两个妹妹的。好的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家人们，我下播了，家人们，我直接下播了。你少玩一点手机，知道吧？然后今天吃的方面是要控制一下，知道吧？好吗？可以吧？确实，我真的一直以来和有一个想法，就是因为说实话，家人们、粉丝们一直以来这么的支持阿伟，对吧？咱们也认识一两年了，也没有见过面，所以呢，上次我集会的时候。也有一些粉丝来到现场了，但是没有来到现场的粉丝们也悉意都祝福到了，所以说我也深深的感受到家人们对我的这份真爱和祝福和支持，我都放在心上的，所以我一直以来有个想法呢，就是想抽点时间，然后呢就是去各个地方去旅游。就也不算是旅游吧，就相当于是去见粉丝们，去见粉丝们，知道吧？然后因为让粉丝们来见我的话，确实路也有点远，然后家人们年龄大了，粉丝们年龄大了，有些五六十岁、六七十岁了，也懒得跑。然后呢，我就去见大家，比如去到上海，那么上海的朋友。粉丝们有几个人，咱们提前预约，然后呢有10个吗8个吗，对吧？聚在一起吃个饭，
然后玩个一两天，然后又赶到下一个地方，这样子翻车又船，是吧？到时候这个都怎么都不担心，这个到时候我会想办法的。这个车这一块怎么安排，主要是先把时间扣出来。这个时间，这个是也是我一个梦想啊，我想完成的一个任务啊。因为年轻人嘛，活在这个世界也是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，所以这个是早晚的事情，早晚我会完成这个任务的，知道吧？全国有，对，对，我会来见你们的，家人们，到时候一起拍拍照，对吧？留个纪念，对不对？咱们，对吧？只要我走到了哪个地方，只要粉丝们想见我，我都会全体通知，知道吧？不分任何一个人，我觉得都是平等，对吧？就相当于粉丝见面会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不用你们来见我了，我来见你们，好吧，家人们，因为你们辛苦了，请你吃，谢谢你们的招待啊！到时候我就相当于是，那我就直接来一个就是策划了，粉丝们来，粉丝们加你策划那种了啊。到时候我就带着老婆孩子去粉丝家蹭饭了，知道吧？来广元吃火锅是吧？必须来啊，必须来！到时候我就来你们家里面做客了啊，就直接来蹭饭了。到时候给我安排只鸡吗？还是安排只鱼吗？对吧？哦，那然后，但是来粉丝家蹭饭这种的话就。没有全体能够聚在一起，所以我还是多么希望，因为比如我去到上海，对吧？上海也有几十个粉丝，那么我也不可能一家一家的去，对不对？一家去了一家不去也不好，所以呢我想就是我来起客，然后呢办个 partner， 然后就邀请粉丝家人们聚在一起，那种也可以。我们这边不上学生啊 ，party 你对，不用那么客气啊、哦。我去你们家策划的时候呢，就宰个鸡就可以了啊，宰个鸡，宰条鱼就可以了啊、哦。你们那边到时候我去到你们老家，给我来点特色啊，特色就可以了。老家的特色，我就去粉丝家里面策划，对，我就来你们老家策划，这是一种就真的正儿八经的很有意义的。到重庆吃火锅是吧？我家人们，其实我吃的，我不是说去每个地方吃好吃的，我是去每个地方见粉丝们，是这样子的，知道吗？就是比如我去到哪个城市，这个城市有正儿八经的想见我的粉丝们，知道吧？然后呢我也想见他们的粉丝们，然后出现一起聚在一起，是这个意义，是要这个意义，而不是说去吃哪里的好吃的。我觉得我这一块我没有什么那个，谢谢，哎呀，这粉丝们对我的这个太热情了啊！你们热情的接待我的话，我也会很开心的。到重庆来吃土豆啊，吃什么不重要，家人们，吃什么真的不重要。吃什么阿伟吃什么不重要，主要是跟粉丝们见面是最开心的，最重要的，知道吧？所以你们不要觉得阿伟来见到你们。没吃好，没很好，不要这么去想，知道吧？知道吧？所以我们的希望是咱们能够开心快乐的见面，而不是说你
你们觉得没有吃到什么，这个补助要吃，吃这一块补助要，好吧，只要咱们开心，一起煮个土豆吃也是开心的，对吧？不开心的话，那再怎么好吃也不好吃，真的。我们吃的是一种亲切感，一种感情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？吃好玩完了，吃喝玩乐，嗯，对吧？相当于这样子嘛。对，到时候不管黑肥也好，白肥也好，我都会见的啊，只要愿意见我的，我都会见的。弗兰是吧？弗兰一定会来啊。牛吹霞姐姐在湖南，那肯定要来湖南，对吧？湖南、湖北、山东、山西哦，上海、北京，对不对？重庆、成都，对吧？嗯，反正来自五湖四海的不同的地方，对吧？眼睛里有泪吗？可能就是有点感动吧。说话的时候有点感动，有点激动吧。因为我这个人，虽然我是一个深度一样的男人，但是我的心也是肉长的，我的心也会比较软，有时候感动了我都会流眼泪的，也加上感冒了吧，这两天感冒到昨天去在这里。我爱你，亲爱的姑娘。到时候咱们不见不散，好吧？来，家人们，我觉得这个世界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知道吧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，只要我们敢想，一切都有可能。咱们公屏上打一个不见不散，好吧？不见不散，对，好好的照顾好自己。谢谢啊，谢谢谢谢。对宝宝，咱们打一直播间所有家人们啊，这个时候还有1500人啊，正儿八经的想见阿伟的粉丝家人们，咱们共同打一个不见不散。你们真是想见阿伟，我一定会来见大家的，我说到做到，好吧？啊，到时候我不可能一家一家的去蹭饭，但是呢，我会去到每个城市，然后把粉丝聚在一起，知道吧？因为我有几十万粉丝，然后呢，这个我相信每个大城市也有十个八个啊，至少也有十个八个，对不对？每个城市都有，对不对？这几十万开玩笑呢，对不对？加起来这几十万粉丝，四川这个地方都有很多的，啊、哦，我不敢说，因为有些粉丝是他也不一定想见我，知道吧？所以呢，我也不自作多情，但是正儿八经想见阿伟的粉丝，我都会愿意去见，知道吧？对吧？我不敢说每个地方的粉丝都想见我，但是呢，我相信十个里面也会有两三个，知道吧？也有讨厌我的粉丝，也有喜欢我的粉丝，所以呢，我会全力以赴，啊，谢谢家人们，这是我一直以来的一个梦想，我会实现的。我这个人想到一件事情，我会全力以赴的去完成的，知道吧？这是我做人的原则，也是我的性格。程序太好玩了，啊。你们要记住，家人们，到时候你们我来见你们的时候，你们不要觉得，怕阿伟没吃好没喝好，不要这么去想，知道吧？我来的意义是见你们，不是吃喝玩乐，知道吧？啊，我来见到你们是我见到我的老前辈们，我是一种幸福，所以大家放心，知道吧？人在这个夜里孤单的难以入睡，机会变老好多，变老多
结婚变老好多，变老好多是吧？好的，家人们你们放心啊、哦，现在呢直播间1400人，我想大家把自己的老家打在公屏上好不好，把你们自己的家乡打在公屏上，比如你是来自四川的吗，是上海的吗，是北京的吗，是把那个大城市打在公屏上就行了，比如北京，北京哪个地方就不用打了，北京就打个北京好吧，江苏山东啊，我看看大概哪里的人比较多一点，哪里的多我就第一时间去哪里好吧，云南、上海、湖南、安徽、山东，哎呀，这，哎呀，广西、上海、成都、海南，哎呀，这江苏，这武汉，哎呀，这湖北、湖南、广西、广东，广东的人也挺多的，广东的靓仔也挺多的啊、哦，重庆。对，山东的，到时候我就直接出视频啊，直接公布啊，今天我哪个方向对吧，那个地方的粉丝家人们对不对，哪里聚对不对，我会出视频，然后呢就是直接，我也不是什么大网红，但是呢我觉得我是一个，就是我觉得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要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才精彩，做点精彩的事情，广东美女也多、哦、广东美女也多是吧，广东靓仔也多，美女也多、哦、对我来说没有意义了，美女多不多没有意义了，因为我现在有老婆了就没有意义了对吧，主要是有爱我的粉丝们就够了，看来所有家人们打的这些地方啊、哦、看来是我起码要走一年才能走完啊、哦、这差不多要走一年，真的要走一年才能走啊，走个世界，走个中国。到时候一去策划，一去见粉丝们就见的回不来了，就见不完的啊、哦，各个地方走完了就。人家都想成家，我会去的，我会去家人们的，家人们我会去见，我会来见大家的，到时候我会出视频知道吧，我说我家人们今天来到了这个重庆啊、哦、有没有重庆的粉丝们一起聚一下对吧，邀请大家见个面对吧，哪儿然后就一个粉丝玩一个月，一个粉丝这样玩一个月啊，那不都玩都老都老了，到时候回到四川福祉都这么长了是吧，看看二妹是吧，看看二妹吗，看吧，看看二妹吧，我是重庆的，重庆的话不远啊，重庆的话不远，比较近。来，我先问一下啊，重庆的粉丝有几个？重庆的，是重庆的都扣一，我看一下有几个啊，扣一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。五个、六个、七个、八个、九个、九个，抽气的有九个，到底是不是十个、十一个、十二个？是不是抽气的？你们骗我的吧？没有这么多吧？十二个，
有没有这么多？